特命全权大使沈国雄先生宣誓仪式。宣誓仪式开始，宣誓人就位。宣誓人就位。观礼人员就位。宣誓。誓词仪式已制成，恪遵国家法令，尽忠职守，报效国家，不枉费公款，不滥用人员，不营私舞弊，不受受贿赂，如违誓言，愿受最严厉之处罚。警示宣誓人沈国雄，中华民国86年12月11日。宣誓人向院长行一鞠躬礼。礼成。这个就是